是医生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好事联播网这边来录节目，然后呢，就是因为还是会比较紧张嘛，因为又是一个人这样控制全场。好事联播网 Best Radio， 欢迎来到娱乐飞行船。我是今天的音乐宇航员赵普飞小花。有音乐和心爱的人陪伴是幸福的，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用音乐记忆爱情的你。我们都可以剪接了，光着那个试音。然后在这边也要祝他们生日快乐，祝好事联播网 Best Radio 非常的厉害。然后在这边大家也看到，其实像我手上拿这个本子，它是上面很多艺人啊，他们都会在上面写一些祝福的话这样。那我也有画一个小插画，然后写上祝他们生日快乐的